因《步步惊心》里的名誉格格一角，由雨欣被观众熟知。近日，她惹上整容疑云，面对网友们咄咄逼人的留言，由雨欣决定不再沉默，就整容一事做出澄清。她深夜连发两条微博否认整容，还回应部分网友的质疑，但收效甚微。刘雨欣说：“我不想点名去骂这个圈某些人通过黑别人来博取利益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做我本职的工作，干好演员这个职业，赚点钱养家就好。”从名誉格格到武则天，再到今天的陆漫，我真的用心在创作这些不同的角色。这还不够，刘雨欣还晒出一组从儿时与姥姥的合照到十六七岁的选美照，以及人生中代表角色的照片，力证自己没有整容。被网友冤枉整过脸，刘雨欣很委屈。在跟网友的互动中，有网友提及前几年刘雨欣曾轰动一时的爆乳左光照，她气愤称那年就是被黑了，不想点名说内幕，是因为还得走下去。叶子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